从首都到苏木，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一同欢庆，一同竞赛，举国沉浸在传统那达慕狂欢中。两天之前，这里还是空旷而寂静的原野。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是为赛马或是观看赛马而来。他们是怎么来的？路上走了多少天？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他们却突然在同一时间里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像神兵天将。来去匆匆的这片蒙古包群，是一个个著名的乌亚齐及其随行者的临时住所。蒙古人把调教快马、训练骑手的人称作乌亚齐。来，罗特诺。来。啥？温德维诺。温德维纳，费尔特拉。他那温德维费尔特维纳。他那乌亚杨布维纳。啊，这个塞亨。塞亨嘛。아빠언제로와야한다그치나메로요다예능좋은타이거는말없지오여보가실때내가좋아하오이래때못해때실때아빠다내는어다내는나든들어도푹났네몇도불어야가요돌아가는스네보그말불어봐요대알아와자르면허려되게오자다니다그서로제가잘로와야죠아어떤반대민이샤이너를어떤만다와야지돌려알다서와야지돌려줘야네대아민이아오로만다와야지가름주고좀뵀어오대민이그래서어떤이나도샤이려고그때자자이거쎄은은은을들은주제는올라붙인요네틈틈이라엔나른도로아엔넥도로넥도로내가대신아엔단다아이릭아단다아이릭가름아하하하도로아이릉네타도로아이릉네타隆重出场的这九个圆形旗帜叫成吉思汗的九角白毛道。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第一次竖起了这些高贵的旗帜，它标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帝王的威严。他引领蒙古人走过漫漫岁月，如今他是蒙古国的象征，是蒙古人意志和精神的体现。九角白毛道平时放在蒙古国政府大楼里，只有在每年的7月11日国庆那达慕这一天，有骑着清一色黄白马的9名仪仗队员护送到那达慕的主会场，意味着国庆典礼的正式开始。在蒙古国国庆那达慕上，国家领导人不仅仅是宣布开幕和闭幕的人，也是观赏、助阵和直接参与比赛的人。高官、企业家和富豪们通常把自家的马托付给著名的乌亚齐训练，主要是为了依靠乌亚齐的知名度和获得名次的快马来扩大个人名望或企业的知名度。赛马开始的这一天，乌亚齐是核心人物。
围着维亚奇桑迪扎布一个人团团转的官员、赞助商、家眷、徒弟、服务人员及小骑手就达100人之多。赛马出征之时，有关马神心咒的歌曲和吉祥的马奶，对骑手和赛马都是最大的激励和祝福。把各年龄段的快马及其小骑手们分别送到比赛起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随行的车辆中有指挥车、裁判车，还有准备应对意外事件的救护车，真是车水马龙。这是一个东西方特色兼具的音乐歌舞，没有刻意规范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而是即兴的、松散的、自由的表演，体现了真正的随意性、娱乐性。蒙古人的赛马是越野式的直线赛跑，据说这直接来源于古代的驿站快递。成年马的比赛距离相当于古代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在古代，快马意味着速度和效率，行军打仗、围猎追捕、驿站情报传送、抢险救急等都离不开快马。蒙古国的马匹比赛呢，分6个级别，是根据马的年龄。这个6种比赛，无论是在苏木级还是 M 克级的省级，以及国家级的比赛，它都是一样的。那么这6种比赛是6个级别是这样的：1岁的、2岁的、3岁的、4岁的，还有6岁以上的成年马，以及不分年龄的儿马比赛。由于1岁马呀非常的弱小，所以它跑到终点的时候，有些马已经开始出现摇晃了。赛马中最有意思的是1岁马的比赛，所有1岁的小马都是第一次参赛，第一次接受赛场的洗礼和检阅。人们对最后到达终点的小马肯定他坚持到底的韧劲儿，还会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巴音好道的，以为胃口好，以至于一路上只顾着吃草，忘记了赛跑。在国庆节7月11日这一天，蒙古国从首都到苏木所在地都要举行那达慕。乌兰巴托的那达慕实况通过广播电视直播到千家万户。赛马场和主会场之间，人们忙于穿梭往来，而走在中途看不到赛场实况时，广播可是帮了他们的大忙。摔跤手们出场前，首先向成吉思汗的九角白毛道顶礼膜拜，祈求祖先的神灵赐福于他们。
除赛马以外，摔跤比赛是蒙古三项竞技中又一个受欢迎的运动项目。蒙古人的摔跤手叫伯克，比较大型的那达慕里参加比赛的伯克达512名。比赛采取1对1淘汰制，最后胜出一名冠军。与中国的蒙古式摔跤相比，蒙古国的摔跤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是它的服装简练，二是每个摔跤手上场时身边都跟着一个教练式的人物，三是比赛中选手可以用手抓握推搡对手的腰以下部位，四是手着地不算被摔倒。蒙古式摔跤呢，从超过第五轮开始，每一个摔跤手他都有自己的封号，也就是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称号，比如说能够摔到九轮拿到冠军的叫阿正，然后是格尔迪，然后是扎恩、哈特纳金等五种猛禽和猛兽的名字，给予一种赋予一种荣誉称号。多次获得过冠军的老伯克们依然雄风不减当年，在蒙古式摔跤场上没有辈分、资历、级别之分，有的只是公平较量。人们力求把握那难得的唯一机会。身经百战的老伯克手们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和人人敬仰的英雄，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在那达慕上最受欢迎的食物就是既能止渴又能解饿的酸马奶。这个一碗艾勒是300图格里克，那么说一个立生是600图格里克，600图格里克的话人民币的话4块多一点，这一碗的话是2块多一点点。那达慕大会也是吸引众多外国游客来这里观光休闲的盛会，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把整个马群赶到这里来，一来是为了比赛放牧两不误，二来可以现场挤马奶，自用之余还可以出售挣点零花钱。对那些参赛的公马来说，随行的客马能起到安抚的作用。每一场赛马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摔下马的小骑手们只要伤得不严重都会继续比赛。最激烈的要数成年马的比赛，即便是骑手摔下来，训练有素的成年马自己也会跑到终点并仍可获奖，这归功于维亚奇调教有方和马本身的灵性。苏木的那达慕更是体现了自行组织、自愿参加的特点。
参与的人们不是在竞争，而是在娱乐。土豆种什么？啊，那个土豆，那个蛋啊。啊哈哈哈。什么苏米拿这么多？哦，宝宝那拿这么多？嗯，哦。射箭与赛马、摔跤一同被称作蒙古传统三项技艺，是那达慕上必不可少的竞赛项目。射箭最初只局限于军事领域。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在班师回蒙古老营的途中，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射箭比赛，从此把这一军事技能引入娱乐领域。那么在这个比赛上，有成吉思汗的侄子叫宇森各，也叫哈塞尔大王的儿子，曾经在335步之远射中了靶心，为此成吉思汗给予特别的嘉奖，专门的立了一个石碑，用而个金蒙古用维吾蒙古文记录下来了。最早的回鹘蒙古文献中记载的就是射箭比赛。蒙古语 Murgun 在今天是智慧的意思，在古代则是神箭手的称号。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是当时著名的神箭手。元代时，蒙古王公贵族普遍实行射柳条比赛，吸引观看者最多的是 Zoyolin 的比赛。蒙古语里，年轻气盛的四岁马叫 Zoyolin。 人们专门来到赛马经过的下风处，为的是能够感受赛马扬起的尘埃。蒙古人认为，所有的扬起的尘埃落到身上，能给人带来好运。蒙古人认为，好马、快马这种灵气、灵性和品质，能够沾到自己身上，给自己能够带来好运。然后摸上他的汗水之后，在他的额头上或者在孩子身上再摸一把。蒙古人认为，沾上尘埃或马汗才算是真正参加了那达慕。由总统给获奖者颁奖，传统三项技艺的获胜者享有很高的荣誉。那达慕结束后，九角白毛道被护送回政府大楼，他是草原的守护神，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守护着人们的幸福安康。那达慕结束了，人头攒动、万马奔腾的场面倏然消失，就像疾风驰过草原，赛马场又恢复了往日旷野的宁静。寻久远的历史传承，采撷绝妙的自然壁画，捕捉独特的文化视角，聆听深邃的生命呼唤，漫游蒙古高原，领略异域风情。大型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